台湾红豆杉是本省珍贵的树种之一，生长非常缓慢，而且繁殖不易。它们稀疏散生在本省1500公尺以上的中高海拔山区。其中一些天然巨木树龄都在千年以上。由于台湾红豆杉的材质细致美观，是制造高级工艺用品的好材料，同时它的枝叶和根部也是民间的传统用药。因此红豆杉虽然被列为保育类树种来加以保护，但是仍有盗伐事件的发生。加上近年来存在红豆杉中的紫杉醇经研究证实具有抗癌的奇效，更加受到世人的重视。有鉴于此，林业试验所从民国82年起开始进行台湾红豆杉的种子发芽、苗木繁殖和紫杉醇含量的试验研究。台湾红豆杉的种子因具有深度休眠，发芽困难。但是经过研究人员不断的研究改良，利用暖温和低温的组合层基，破除种子休眠，终于成功突破种子的发芽瓶颈，促使种子顺利发芽。并且选择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苗圃进行幼苗的培育工作。利用枝条扦插繁殖，已经成功培育出插条苗。而胚培养配方的发明，目前已经能够让红豆杉休眠的胚顺利发芽。而这项技术对尚未成熟的种子同样有效。以上这些研究成为保存台湾红豆杉基因种植的有效方法。根据林试所研究分析，台湾红豆杉紫杉醇的含量在单株之间差异性很大，因此筛选具有高含量紫杉醇的红豆杉单株进行繁殖，以及利用组织培养与化学合成技术生产紫杉醇和其前驱物，对于紫杉醇的生产而言非常有价值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共同来保护珍贵稀有的国宝级林木台湾红豆杉，使它们的族群数量能够稳定的成长，蓊郁矗立在福尔摩沙这个美丽之岛上。